不就在柯文哲的假账风波持续延烧之际呢，如今更是把党内互斗收到台面上。蔡壁如他日前是在节目当中透露说，曾经听说市府那一圈呢不希望他回到党中央。不仅如此呢，他还进一步来点名了，他认为这个党内具有话题性、声量高的建郎都应该来参与2026选战。那么对此呢，前瞻社访说他先说了，蔡壁如所说的建郎究竟是谁，又先来厘清一下。接着他又提到了说，担任这游击职的顾问。 等于是准公务员身份不能够参与党务工作。好，这一番话呢，立刻遭到议员游淑慧来反问了。他说：“那当年呢，这柯文哲担任市长时候，又是如何来担任党主席？”此外，针对魏传说现在民众党中央没有人敢讲真话，陈志涵他也说了，他说柯文哲通讯管道呢超级畅通，不可能有谁把持，导致柯文哲偏听。但是同样也遭到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反讽，说以这个清君侧杀天子以令诸侯来。 形容这样的局面，网红牙医史淑华更是在脸书放上了一段就是录音档，他批评陈志涵跟徐府这对战狼夫妻，如今根本就是月领30几万的网军头。蔡壁如顾问，他是台中市的游击职顾问，公务人员他是不能够兼任党职或者是兼职的，所谓的兼职就是开节目。 再次点名台中市府顾问蔡壁如公务人员部的兼职开节目，有着战狼小姐姐之称的陈志涵不满被蔡壁如叫阵战狼应该出战参选2026，陈志涵回击战力满点。蔡壁如顾问他有多次提到说，好像有人不让他回到党中央，并没有人要不让他回党中央，只是说因为他现在担任的是台中市政府的顾问。我连建议都不能讲吗？我觉得那也是很怪啦。但是他的问题，我希望的是。 我这边就都不回应。听到陈志涵、蔡壁如好几度强调不想回应相关议题，不过柯文哲节目了，吴静怡也跳出来批评陈志涵在担任台北市政府顾问时就每周参加民众党内的党政会议。那自己担任这个台北市长顾问的期间呢，也常常参与民众党的会议，指指点点啊，不得兼任党职。 然后不得兼职这些规范，我都牢牢的遵守。好，这跟参与会议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是不同的事情。强调并没有违法，但眼看民众党内双输互打，被形容根本就是现实版的宫斗剧。柯文哲也特地停下脚步帮忙还价。像这个就是哦，太夸大了，你知道？第一点哦，蔡壁如也一直在党中央嘛，他也有位置嘛。事实上，他一直在帮党办全团各地办活动。 事实上，我们在这现阶段给大家最大工作，就是在台中地区发展组织嘛，所以他每个人做每个人的工作，啊，这样不就好了？柯文哲试图让每个人回归自己的位置，但在民众党存亡之际，党内大咖蔡壁如和陈志涵却频频交锋，恐怕不利团结，还会伤了和气。记者陈志诚、陈明华台北采访报道。